Hello，各位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，在微信里面，有的时候加了很多群，群里面很多人在半夜里发信息，那么我们怎么样设置它免打扰呢？比如说这样一个群，因为里面人太多，各个地方不同的人也不同的时差，大家发信息可能在半夜里发，那你在这里面如果点这个群的头像的话，这里成员头像，然后你到这里面有一个设置。到最后里面有个设置，你就是说，在这里，在这个地方，这里有一个 mute notice，就是这个，你可以启动它或者关闭它。然后你如果是 mute 的话呢，它就不会再。哔哔哔哔，扛着这种声音来吵你了，好，谢谢各位。